老婆啊，你看我手机摔成这样了，要不换个新的吗？换个膜就好了。不是啊，这手机用了三年了。用了三年没坏，就代表它质量好啊。啊？三年？对啊。三年前你前女友送给你那部？明天给你买个新的。好，老婆你威武啊！哎呀，终于有新手机了！哎呀，真好看！哎呀，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换手机啊！哎，啊，有了！哎，老婆，你看这些啊都是前女友送的，你把它砸了，我们换新的。前女友这么多啊？好，等我一下。老婆，你去哪？拿锤子是吧？哎呀，我去哪？老婆，锤子放哪了？想得倒不错啊！前女友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要。滚！老婆，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要做一个 nice 的人。你看看你，把人家最重要的东西给弄没了。小圈圈，催你！你看，这样的我你都不喜欢了吧？哎，快点呐，把那些东西啊给我换新了。